外炮过来，今年是第六，明年我们要第一，特别的开心。我们这些年轻人感觉特别有活力，我们下次一定还会来。是一开始也是抱着一个放松的心态过来，就大家一起玩一下，结果后来大家队员们都跑出了超预期的水平，比预期高出很多，我们都很开心。活动嘛，我非常开心，然后能够见识到就是黄浦江畔吧那么美丽的夜景，然后感谢彭博给我们这次机会。觉得彭博一英里这个赛事办得非常成功，然后他给我们上海浦东文化东方雪人带来一个从未有过的一个团队凝聚力。